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1月18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12月24。好，那么下个星期五呢，就是这个农历12月30了啊。那么希望大家呢，好好的学佛修心。好，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喂。师傅啊，哎，你好，哎，这是向师傅请啊，快点过去，对不起，等我一下，我赶师傅，请你给我看一下头灯吧，我第一次打通，我现在在观音堂啊，讲吧，我是1962年的，属虎的，看一下我的身体，我走到楼下去，师傅等我一下，对不起，上面很好。62年属什么的？62年属老虎的。我看一看啊。甘肃，我在楼梯上去，等一会儿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太激动了。不要讲话好吗？在外面还是在里面讲？在外面吧，等我一下。我因为。你不要讲话了，你不要讲话了。我讲错，对不起了，我是62年属虎的。就是看一下我的身体，还有我的莲花是14340。身体没什么大问题，肠胃不好，喂。肠胃不好，肠胃不好，胃不好对吧？啊。对。要当心点，其他没什么，颈椎不好，对。身上还有一个小孩子还没超度走。还有一个小孩没超度对吧？要多少张小房子师傅啊？要62张嘛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我本来就想问问我的打胎的孩子有没有超度走，还有一个62张，感恩师傅。好吧。好。还有我的那个，我好像检查出来那个肝上有囊肿，胆上好像有血尿，师傅麻烦你给我深入的看一看，感恩师傅。在肠子里呀、啊。在肠子里有息肉啊，肠子里面有息肉对吧？我在看。嗯，好。哎，有啊。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这个没什么关系，这是你过去吃荤的果报呀。我现在吃甜素的时候，我忏悔，向师父忏悔。那你很吃了太多活的东西了，过去、不好，好吧？还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身上有的念了呀，身上刚刚叫你念掉的之外，刚刚67张是那个一个打胎的孩子，还有63张，就是我是来安慰一下，念下去嘛就好了，好吧？师傅，我听不见，对不起。56张，五十六张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你再我看看我的莲花，我是14840，还在不在？14840，对呀、14840，在。哎呦，感恩师傅，好吧，感恩师傅。还有，白的，我问白的，白颜色。还有什么呀？55年属羊的。不是我不是，是吧？给我看一下我母亲，我母亲是2013年6月1号往生的。你看看我的母亲，她是叫冯秀英，冯的门子里面一个儿。文门子里面一个耳朵的耳，姓文的，秀英，英雄的英，文秀英啊，文秀英，门子里面一个儿子，知道，文秀英已经在天道了，在哪里啊？玉界天，哎呦，感恩师傅，好了，感恩师傅，好了，好了，还有我55年属羊的，55年师傅，还有一个师兄在旁边，看看55年属羊的，你给他看看，左手骨折了，就是那个师兄上次你给他看过，他很好的，他家住在这里，他要多少张小房子？55年，我叫师傅，你要叫他，要叫他念120张的，120张对吧？好吧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我自己的孽障，我自己背。OK。好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祝师傅新年快乐。祝师傅新年快乐，再见啊！再见。我一定好好谢师傅，我做错很多事情。谢谢。我向你忏悔，向菩萨忏悔。谢谢。没跳进来。
哎呀，电话不挂真的是要命了，不挂电话的呀，结束了嘛还要挂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师傅。师傅你好，请讲。我想问一位亡人，我的父亲，他姓邱，邱荣坤。邱现在在哪里？荣是什么荣啊？光荣的荣。坤呢？坤是乾坤的坤。邱荣坤。啊，对。邱荣坤。坤是什么坤呢？坤是一个土，一个生。一个土，一个生啊！啊，乾坤的。对，生是姓什么？姓什么？秋，有耳、耳朵旁的秋。第二个秋荣坤。荣，秋荣坤。光荣的荣。男的是吧？啊，对，我的父亲。阿修罗。哦，是阿修罗。啊，菩萨。师傅还要多少张小方子呢？67张。哦，还要67张。好吧。好的，师傅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一位同修的父亲，他是1938年，他的问他的身体。1938年。啊，属牛的。1938年属牛的。啊，对，男的。1938年属牛的。1938年属牛的。1938年左右，想问什么讲吧？想问他的身体状况。颈椎不好，心脏不舒服，肠胃也不好。然后自己心理压力很大。好的。做什么事情都想不通啊。好，师傅，那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有的念了，至少。先念130张啊，他有心理压力的毛病，他有忧郁。好的。我讲话你听到没有啊？听到，师傅。忧郁啊，他有忧郁啊，听不懂啊。哦，师傅，那需要帮他放生吗？这个你们随缘吧，好吗？你们爱有条件嘛就放生，但是就像等于你问我，师傅，我要做好事吗？你能做嘛就做，对不对啊？你有条件就做，多做点好事，总是好事情不啦？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师傅。好了。师傅，我想问一朵莲花29711。哎呀，在天上。在天上。好的，师傅。那我自己修心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吗？我是1980年。精进不够，精进力不够。精进不够，好吗？其他没什么，精进力不够。做人嘛，要学会精进呀。每一个人都不努力，对不对呀？好吗？好。好了。师傅想问图腾颜色可以吗？讲吧。我的图腾颜色，1980年属猴的。偏深色。偏深色。不能完全白的，好吗？好了。好了，感恩师傅，我一定会好好的修改，跟师傅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，师傅，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，谢谢，感恩师傅，谢谢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那个71年的猪，71年的猪是吧？71年的猪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我自己想问什么讲吧。帮我看看，就是这个生意，就是店里的这个生意。71年的。一般呢，不是太好，现在走下坡路。对对对，就是这几年都是这样。不是太好。对对，是的，看师傅怎么办。自己如果你还想做下去嘛，你就要多念一点准提神咒啊，大概要念至少念10万遍吧。那我就再重新许一下，许一个愿，然后因为我每天都在念，念那么108遍。这个108遍许愿跟不许愿两个概念的呀，好吧？好的好的。然后你要念姐姐咒啊，有个
你过去有过一个合作者，好像对你不是太好啊，现在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嗯。现在离开你了之后，他不是太好。对对。一直有怨气，你听得懂吗？他这个、哦、他这个怨气对你生意有所影响的，嗯。哦，是这样。那我怎么办？接下来我要念什么？给他念。解节奏呀、啊，然后自己多念点消灾吉祥神咒呀、啊。嗯。消灾吉祥就是给我自己念消灾吉祥神咒吗？我一直念108遍。对呀、啊，继续念下去，你要有所指的呀。你要讲生意的呀，不讲生意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你要克制的呀，你以为你很能干很厉害，人家一种怨气就可以让你生意不好。如果任何一个有能量的人，他只要对你有一种怨气，你就倒霉，听懂吗？好的。或者有一种人，他整天在菩萨面前讲，那时间长了，护法神一定惩罚的呀，明白吗？只要是你错的，他经常在菩萨面前讲，你就会倒霉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师傅，那我现在是继续做这个生意，还是要换别的吗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71年属猪的。明年吧，过了春节之后吧，好吧。好的。大概不是马上能够卖掉的。有哦。好吧，做了，过了春节之后吧，看一看吧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师傅是要换吗？能换吗？最好了。哦。嗯。主要是哪方面？我从图腾上看嘛，你至少还有一年呢，一年左右才能换掉那个。嗯。哦，是这样。嗯，没那么快，好吧。嗯。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了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师傅，我还想能问个亡人吗？讲吧。我父亲马自友。马第二个什么字啊？自己的字，朋友的友。啊，蛮瘦的嘛，啊。瘦瘦的圆，瘦瘦的脸，嗯，头发往后梳的。对对对。啊、他已经在天界了，蛮好的。在天界。那我们为什么老梦着？梦着有时候梦着他不太好，就是，有时候要么就是他有下来能好吗了？你们老老给他家里有人烧冥纸，他能不下来不了？对，家里有个弟弟，经常烧冥纸啊。对。好了，听懂了吗？对对。你试试看呢，你叫他再烧好了。他再烧大概一年的话，他就附他身上了。哦。啊，他不信啊，他不信啊。对对对对，他不信，就我们。你们跟他讲，他不信，他就来了呀，他就经常来呀。你们好。那我们还需要念吗？好不容易把他推上去，他就把他烧下来，推上去烧下来，几进几出，他，你的这个。过世的这个亡人已经产生嗔恨心了呀。哦。他很恨。好的好的，他很恨。恨的话就麻烦了，就出事了。明白了吗？好吧。好。师傅，那么我们还需要念吗？还需要念多少章？要念的。你大概多少？还要念78章吧。78章，好。好了。我们四个女儿一起念着呢。很好，乖一点，好吗？师傅，我们都见到你了。师傅还能再问问？还有母亲也去世了。不行了，快点吧。啊，感恩师傅，师傅法体安康，感恩师傅，新年好。好，我们这次去悉尼了。我们回来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会好好修的。感恩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法体安康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再见。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请讲，请讲。请讲。听到吗？听到，请讲。好。请问你现在听到吗？听到，你讲吧。
啊，师傅你好，请师傅看一个1997年属老鼠的，看他的身体。颈椎不好，脑子不清楚，人比较累。1997年我属老鼠的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那他身上有灵性吗？97年的，他连腰都不好。不是吗？啊，我现在看见他腰上面都是黑的。腰不。他的脚啊，他有一个脚也不好啊。他今年呢是汉派是还有369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叫他当心呢、我跟你讲的几个部位，你全部叫他当心啊，好吗？好的好的，请问怎么样化解他这个？念解结咒呀。是许愿10000遍。对呀、啊，解结咒要多念呢、不念不行的。好的好的，那他身上有灵性。身上应该没什么灵性，好的，就是他自己这种身上这种气场不好啊。哦，是吗？他因为他真的，台长他没有就是念经的。没有念经吗？所以更糟糕呀。嗯嗯，好，我会教他将去念经。好吧，你不教他念经的话，你看他整个人生都不顺利的呀，他也不大讲话，对，觉得心里很窝囊，很不开心，觉得自己发挥不出来，就是这样。请问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还有放生多少条鱼？刚念67张小房子。还有放生多少条鱼？他身上有一个灵性的，小怪胎啊，一个小怪胎啊，哎呀。这个是前世的，不知道，两个眼睛圆圆的，像个雪人一样的，哎。哦，那就是念67张小房子。对呀、啊，赶快念掉吧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请就是再帮忙看一个1966年属马的，看他的财运。男的，女的？男的。财运一般呢，一直不是太好，最近。对对对，他很多年都不好的，请问他什么时候能够转运呢？他转运了，你叫他少看下流的东西就转运了。网上经常看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人能转运不啦？那他可以，如果他想要转运，可以怎么做？除了叫他不要看乱七八糟东西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听得懂。好的。你一个男人的话。老钻在这种情感里边，老看这种不好的那么乱七八糟的像畜生一样的东西，你不老在网上看那些图片，你能转运的？他现在学佛念经已经好很多了。好很多了，还也有啊。他呢念经断断续续的，就是你可以。你现在知道不啦？断断续续能好不啦？所以他财运也是断断续续的呀。对啊对啊。你好好跟他念经了，没有办法的。那能不能看一下，就是他的婚姻呢？他女方的是1973年属牛的，他们之间呢的缘分。不管的，我不会看缘分的，我不帮你讲的。缘分嘛，自己去圆呀，圆得下去嘛就圆，圆不下去嘛就没这个份了呀，有什么办法啦？他们两个好像是有冤结的。哪对夫妻没冤结啊？现在你告诉我呀。对啊对啊对啊、就是、你说哪对夫妻没冤结的？现在对对都有夫妻都有冤结，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呀。你不念经的话，你那么男人不念经的话，女人不念经的话，你怎么改善呢？两个人都要念的呀。对，他们两个都念的。都念嘛，一个男的一会儿念一会儿不念嘛，就倒霉了呀。那他们可以怎么要不要念化解冤结的小？都要念的，解冤结嘛也是的，也是这样。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，你智商不够啊！我跟你讲什么，你听那么就好了嘛。叫他们念解冤结，叫他们念心经，叫他们多放生。多放生。两个人嘛，经常大家多念心经的话，两个人彼此会互补的呀，否则嘛就整天吵架呀。他们两个就是又爱又恨这样子。你说哪对夫妻不是又爱又恨的？对啊，没有爱的话哪来的恨呢？没有的恨哪来的爱呀、不就这么一对夫妻吗？好了好了，
明白了吗？这个。警察想感应一下我家的符号设在哪一个位置，我们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你家里主人是1966年属马的。去设在窗户这里呀、啊、客厅的窗户。对呀、啊、客厅的左面那个窗户呀。客厅边上那个。对呀、啊、就那个角落那个地方呀。哦，请问现在那个符台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现在这个佛台位置不是太好啊，边上有一个杂物间呢，有一个房间不干净的。里面是不是上次台长说过里面有一个灵性？对呀、啊，你都知道了。你们现在超度了没有了？没有啊，还没超度，再念49章吧，好吗？是不是给房子的要经者？对，给房子的要经者吧。好吗？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在我们今天晚上见。好、嗯哦、再见、嗯、拜拜。喂你好。喂、喂喂喂喂喂，打通都不讲的，你看我倒计时啊，19 8。喂喂，讲吧讲吧、啊、师傅赶快讲。哎呦对不起，赶快讲，对不起赶快讲、啊、师傅，嗯、啊、那个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的孩子，2013年的龙，男的女的？男孩子。哎呦有点自闭哦。对哦，是哦，就之前您帮我看过、哎、哦，自闭的蛮厉害的。小房子不够。对，小房子，然后我们念了，因为之前刚刚学的时候有结缘过法师的小房子。嗯，不行的，法师的小房子没用的。嗯，对啊，然后170章，再念170章。170章是吧？我感觉师傅您说的是对的，因为之前您帮我看过，然后孩子是需要700章，然后现在是差不多差这么多。看见了吗？对的，非常非常灵验。嗯，然后因为之前就是念过有2-3千章吧，然后可能质量不是特别好。对呀、啊、我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不好的就反馈出来了，已经给他又增加新的业障啊。我想问一下，是我们自己念的还是之前结缘法师的小房子？是第二批。嗯，第二批啊。就是说你第一批最早的时候是你自己念的、哦、第二批你结缘的，出毛病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师傅你说的太对了、啊、是真的。对对对，现在知道了吧。嗯，因为我当时刚开始念的时候还蛮静静的、嗯、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念不出来嘛，然后因为许愿许的太多了，然后自己的药精者落下了，然后就结缘了法师的小房子。跟你说了吧，跟你说了吧。嗯，后来我就真的再没有结缘过，因为您跟我讲过让我自己念，然后我就知道了。你自己慢慢念，你心里有数，念一张算一张的，你知道这是好的还是坏的、嗯、你自己最清楚，对不对啊？嗯啊，对，好好努力。然后师傅，然后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家这孩子他的这个自闭症，他是跟自己的业障有关系还是说有啊？家族业障也有关系的。家族，家族是跟我婆婆他们之前开饭店有关系的。对，就是这个杀业。嗯，对，他们杀业真的很重的。所以啊，你记住了，凡是杀业都是影响孩子的呀。对的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因为以前都是我的心结嘛，就是有一次我婆婆跟我讲，就是他们之前建房子的时候不是就是我们家先生的那个爷爷嘛，下葬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有一个棺材在下面嘛，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就是那种棺上加棺嘛不太好，然后去年的时候就是重新就是动土、就是、坟地。嗯，这个有关系吗？都有的呀。嗯，对呀、啊、我当时我其实我心里特别特别的过意不去嘛，我就让婆婆就是我们大家都念忏悔我，然后我在想这件事情是否对孩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因为我听我公公说，风水跟孩子都有关系的。你公公婆婆给你们用钱，这个钱里边没有业障的，他赚来的钱全部是
酒店里边的、饭店里边的，你说说看，没有业障的？是对的，而且那他们之前也养过什么鸡啊、猪啊，养了很多，有一年死了很多很多。知道了不啦？这的确是对的。好了、没时间了。好的。然后师傅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图腾颜色和业障比例啊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86年属虎的。业障比例28。哦，还蛮高的。那是因为背业的还是？不知道，自己好好修吧。哦、颜色图灯颜色偏深一点点，好了。哦，那行，那我经常喜欢穿黄色的衣服和红色的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那这位师傅能不能再帮我看一下一个是？好了，没时间了。好了，再见再见。感恩师傅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结束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